的喷。上来呀！好，这边又过来一个，我去，哇呀，要打死你！等会小心，这边还有一个隐形的疯狂宝贝儿，穿个子弹，没事，不着急。这边还有队友，看看他们人呢。再上个子弹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你上来。我去，我发现我这个枪在这炼狱面前，这只能属于一个很普通的枪了。这怎么这么猛？人家刚变就跟人家干死了。没事，不怕他，干他，搂他，怼死他。你上来，我看这回谁能上来。不是跟你们吹，我这个大机枪往这一架，你看那会儿，你看那会儿刚上来他就跑下去了。你上来，吁，我去，这火力惨呐，老惨了都。这你说咋这么惨呢？惨的不行了都。好，现在的话还有两个我才可以变成战勇士，咱先给他坑了，咱得先给他坑了。我看一下，我旁边还有三个人，还有三个队友，没事，不着急呀，这回生存了。这僵尸这也不行啊，这看到没有，这火力强这才是硬道理，对吧？你管他什么三四五六七终结者呢，直接就干他。这回咱们再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看这回我躲哪嘞。不是大哥，你给我让个空啊，他不给我让空。老妹儿，你这也不行啊，你看到没？你看这火力，对不对？给你瞎蒙圈。这后边有个中间点，没事，不躲不躲，大哥不躲，大哥千万不能躲，不躲，死活不能躲。哎，对不对？那死活不躲，有这个枪你还怕中间点啊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防御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不能再像就是什么皇家骑士那样升级慢的了，所有的枪都能升级，对不对？买材料给枪升级，减少后坐力，增加弹容量。增加弹容量之后的话，加大子弹威力，然后之后的话，每个枪给它配一个垂直握把，然后再给它配一个什么消音器，对不对？有的没的都给它配上，整一个配件系统，再整一个天赋系统，哎，完美完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赶紧跑！哎，走位抓不着，抓不，大哥我错了，大哥，切入赛，告辞。